本件的作品的名称是点灵感准创意，那主要我们希望透过在园区里面，科技园区里面，它可以呈现一个从既有的传统产业转换成一个科技产业的时候，如何呈现出来这样的一个作品。那所以我们在可以在整体视觉上看到，它其实构成上从一个滑鼠，科技的代表，再转换成一个齿轮，或者是传统产业上看到的螺栓，所以它会变成一个放大版的螺栓跟齿轮之间的构成。那这样构成成为一个，现在可以看到整体造型会变成像一个灯泡，那也是我们所谓的点灯这件事情，那点灵感。那转的话，透过这些不同的螺栓，透过不同的齿轮，它呈现一个转动，虽然它是一个静止的，但是我们希望它可以在视觉上或者在想象上，它会呈现一个转动的一个过程。那透过前面的我们看到了彩绘的玻璃，它也适度的反映了透过这项的一个金属板不锈钢的镜面毛饰面来呈现一个多样的面貌。